用理想海泉白举纲我是想找的，因为海泉和举纲的音乐是很厉害的，然后理想的舞和尹正的舞是都是可以的。这四个如果在，其实阵容已经相当齐了，而且四个都是在我们房间的，所以我是有把握他们会拒绝对方的，所以现在还差一个，另外一个要选谁是我不知道的。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呢。我好难讲，我点讲啊？如果讲我梗系一定掹掹掹天马啊、阿佳啊、林永峰嗰啲，咁但系因为你而家你系呢个队嘅队长，只有你话事。这个是毕竟是藏进队长，我不能去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要吧，要先安排。这个不，我不是小孩吧？应该。哦，我明那个意思，我明那个意思。狗哥，你觉得？如果你问我，我个人私心肯定是卓哥啊，卓哥。我当时也是理性的分析，文卓哥他最擅长的是功夫，我们这边有我在也有，只因为只剩一个人选，我会把另外一个元素考虑进去。我的意愿就是选盖，盖他是除了说唱他还可以唱。哎呦，我发现我做队长就是喜欢开始分析了，以前我从来不想这些事儿。除了他们四个之外，我想去找盖。没事，靖哥你就照你的感觉吧。对。